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新北市警察局侦查第二大队，新北市警察局的海山分局三重分局，那么共同啊，在这个新北地检署呢，吴检察官啊，点名啊的指挥之下呢，那么检诉啊，制检专案对象呢，那个林县主嫌呢，即这个共犯呢，一共十二人到案，那么也当场啊查获呢，这一个收获啊，相关的张振禄的一批。那么经查呢，这个林县主嫌呢，那么为了壮大呢势力，这个平日呢，那么以天道门的至尊会大哥呢，那么自居，那么在三重呢，这个拍摄理财顾问公司啊，来做掩护，那么并设据点呢，那么操控指挥啊手下的成员呢，那么从事啊地下钱庄恃强呢恐吓，这一个暴力讨债，霸占殡葬地牌，那么林贤等人呢，那么除了收取啊这一个暴力以及呢这个用各种呢、强烈的手段呢、暴力讨债以外，并在102年呢、五月间呢，那么因为成员这个强抢殡葬生意未果呢，那么这个林贤呢就率手下成员呢，那么15、16人，那么持刀棍，那么到被害人的住家呢，那么将他殴打而且呢用那个弹簧刀啊，那么将这个被害人砍杀他的脸部，当场啊被害人呢这个当场血流如注，这一个颜面受创严重，该等嫌犯呢，那么他的这一个手段呢残暴，这个行径恶劣，严重危害社会的治安。那么今天呢、这个相关的一般嫌犯呢，那么已经到案